一些个错误啊。是啊，因为刚才我经过大体的问了一问，他怎么说的？这个故事说来话长。怎么夸我？我只记住两句，就是第一泡是不能喝的。打住！第一泡是不能喝的。第一泡。对了，不是要倒掉，要从第二泡开始喝。哦，别的都忘了。那这壶咱喝不了了。当然了，这不行了，白吸了。那这个到了。那这只能到了呗，茶艺师给你准备一下啊。哦，好，好，茶艺师，哎呦，都给我生日喝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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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鼓掌啊！不要磕头，不要磕头。哎，那不鼓了，磕吧，磕吧。刚才我说嘛，这茶有点太浓了，要不应该从第二。哎，我给你们来那个长嘴壶，那怎么样？行了，你再崩我脸上你。哎，得嘞，好，再闷70分钟，差不多茶就。我别等不了了，等不了。哎哎哎，有色呢，你看我从这壶嘴能看见色儿，你瞧，多新鲜呢。一帽一帽的，专家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喝茶了？就是这，稍等，马上说话就能喝。哦，这差不多行了吧？一二三，走，快走走，哎，走路，哎，哎，不少玩儿，哎，好，满了，满了，满了，好，你负责给别人倒茶，专家不是应该你倒吗？我怕撒手上，我就不怕撒手上，你还行，认准了哪个是自己的？好，各位，我骗你们了，我就用这个喝了啊，没听说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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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我的，我一碗，你一碗，然后我一碗，一碗我一碗，好了，给他一碗。哦，烫烫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那我们这就喝了，再喝喝吧。用讲两句吗，专家？必须讲两句。您说两句。啊，有一个好事情是吧？啊，走走站站站站起，我还站起，站了，你说站了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上面还有牙印呢。谁啃牙杯来的？谁咬的这是？哎，别废话，反正我敬大家伙一杯。好好好，咱碰个杯，行行，碰个杯，你插白酒。好，来来来，咱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，像话啊，这叫不醉不归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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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德云永固，相声长青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喝酒呢？我们还没碰上呢，这是喝茶，知道吗？喝茶，一点不大气。那不应该怎么着？不大。